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63期的节目。很久很久没有大家分享 NPM 的玩具了主要是 NPM 也不是每个月都有嘛。上一次的 Bone Crusher 之后，再来就轮到了 Decepticon 的轰天雷了啊。那么大家呼声很高，而这一款的轰天雷呢，也是目前推出过的各个轰天雷包括 SS 以来，它呢是还原度做到最像的一个了啊。那么2007年的那个 L 级呢，我当时并没有收到。而轰天雷这个家伙的话呢，你想想看，在2007年的时候呢，Decepticon 的 L 级呢也只有 Megatron 跟轰天雷，所以说这个人物还是比较受到官方的青睐的啊。在造型上面呢，可以说是尽可能的要去做到还原，所以它有很多小部件的双动关节，很多用很小的这种推移的部件呢，去完成它的造型的填充啊。待会在变形的时候呢，各位应该就能够去感觉到很多哦。所以说它的一个变形呢，其实并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的爽快感。它真正扣分的地方的话呢，我认为只有两处。那我先提一下这个东西的定价呢，我是台币4999，也就是人民币要将近1150块，甚至到将近1200块钱才能够入手。这个价格绝对是非常贵的。那撇开这个价格不谈，为什么我说可以撇开价格不谈？因为像这种高单价的，这么高单价的玩具，其实会买的人就只有要买跟不买的差别而已。它不太会有什么我评估要买或不买。我真的觉得这种重情怀又高单价的东西啊，我只需要说你不要有翻车的品质出现，基本上我们就不会那么样的抱怨它了啊。那我举几个失败的，我们节目这一次节目我们就慢慢聊，我举几个失败的例子。像 NPM 的铁皮就绝对是个翻车的大好例子，它的一个部件容易断裂，有的没有的。那 Atmosphere NPM04车头居然没办法密合，这种东西的翻车就是属于不可原谅的。而这一款它的做工上面有两处的话呢，我觉得是我觉得比较糟糕。第一个是它的小腿这一块部件，你看我手这样一碰，它这一块已经松开了。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是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凸嘛，在这个地方它这个组合的话呢实在是太松了啊，而且这个脚这个位置是很容易去掰到的，加上说这里有一块这个履带的这个造型，你很容易就是碰到，这个地方都松开了，这个地方是绝对非常非常的不爽的啊。第二个是你怎么会在炮管的下方空洞，没有错，你坦克是没有问题，但是它在人形的正头顶啊，这个真的是以一个这么高单价的玩具来说，这个地方你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会让我觉得你，我不吐槽一下我都觉得对不起自己了啊。头，这个头雕我觉得做得好看，头上还有一个伤痕啊，那牙齿啊，不对，嘴巴是可以张开的啊，张开，但张开之后有点呆啊，我们还是把它合起来好了。头左右转动没有问题，是一个球形关节。火焰的特效件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就看看照片啊什么的，那个你绝对可以透过这些特效件的话呢，去还原到电影第一集最后激战的那些画面。腰部的话呢是可以转动的，可以转动，但是呢幅度的话呢不是很大，因为它的一个后面的背包这里跟腿部这里你看都已经限制去卡到了。那手的话呢，我觉得手可以稍微聊一下，它手部呢会变形成炮塔，而这个部分很多折叠的小部件，这里的话呢就是都是要做一些细部的小调整，那都是很小很小限度的推移就可以把它组合成一个很漂亮的机械手臂啊。那两手臂的话呢，你看这个我经常说的，如果说这个地方有齿轮关节，我就会给这个玩具很高的分数。对，很久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手感了。二头肌这里可以转动，以及下方也可以转动，上下这里都是可以转动的。手肘这样子转动，都有一点点的一个紧实的一个手感，非常的不赖啊。拳头本身也是可以转动的了啊。那拇指根部有一个关节，食指根部跟中间都有一个关节，后面的指头的话呢也都是一样，根部跟这个中间都有一个关节。那手臂上的配件，这个是多管的火炮，这个安插很简单，就一个这样轻松的扣上去就行了啊。那它这里的管线有做一个黄色的涂装，这个墨绿色我真的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啦，还是蛮好看的。好，那另外一边的话呢则是一个臂刀，这里
壁刀。但是呢，这个壁刀哈，在07年的 L 级的玩具呢，这些都是一体变形，而且有个弹射的功能的。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玩具的话 ，NPM 虽然你叫 NPM， 但是你却没有这样子的功能啊，那不免也是让人觉得啊，岁月的流逝吧。这个手臂是可以把它拔掉的，你要稍微用一点力啊，用一点力才能够把它给拔掉。拔掉之后的话呢，它有附带另外一个替换件啊，都是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扣上去之后就是一个断臂的一个效果。对，在电影第一集里头，它的这个胳膊的话呢，是被这个 Ratchet。被我们的飞轮医官呢，是一出场就把他给斩断了一只的手臂。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是再给他扣上，然后呢，这个断臂啊，再配合上这个胸口爆炸的画面的话呢，就可以重现到第一集里头他不幸阵亡的一个画面了。然后他的脚呢，哎，这个齿轮关节都更加的紧实了啊，这个地方往前后啊，真的是非常的紧哦。非常的紧实，那侧踢也是很紧实啊，而且齿轮关节的声音真的非常的清脆。膝盖，哇，这个已经很久没有在官方的，尤其是电影系的玩具里头呢，听到这样子的声音了。因为官方的这个电影系的玩具啊，是越来越营养不良啊。那今天这个家伙的话呢，算是再给我们看到一个吃得很壮硕的一个角色了啊。他的炮的话呢，是收纳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凸跟凹，这里记得要把它给扣进去。那如果说你愿意的话呢，其实它这个炮也是可以转出来的。这边啊，这个部件是一个软胶部件，可以把它推开一下。然后我们这个炮呢，从这里还有一个关节，这样子推过来到这边，它的话呢就是一样可以像是电影第一集的 L 级一样，把这个炮的话呢给移到侧边，这样一来的话呢，也是可以做出一个发射的一个效果啊。那我们最后看一下它的背包的部分，其实它的卡扣呢有点多，但是呢都非常的明确啊。上面的这个副炮台在这里有两个洞，要扣住这两片啊，像是一个鞋布一样的凸扣上去。还有上方，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两侧要扣上去啊。以及后边这个地方，这一片部件原本坦克的侧边下来之后反折上来，要扣进这里头啊。所以说它这个背包的话呢，设计我觉得吧，算是拆散的非常的巧妙的。而最后的话呢，我拿出了可能跟它是最体型上最接近的这个 SS 的这个 Voyager Class 的轰天雷。那两者最大的进步点的话呢，我认为还是在手臂了啊。在 SS 的话呢，它几乎呢就是一个门扳手的一个设计啊，翻过来你看啊，整个就是后面完全没有任何的造型可言。那我们呢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手的话呢，我们先把手给变完，拇指往上推，然后呢这整个拳头给收进来。侧边这里的话呢，我们转过来，它这里的话呢有三块部件。第一块是这里把它给挑起来，它是一个双动关节，在这里挑起来，然后呢往下面啊推下去就可以了。然后呢这边有一片部件一样的把它给挑出来，这里这一片，这里因为它这个部件真的是很，你看啊，它其实两个部件上来卡进去，你把它拉开它就拉出去了啊，都是双动关节，非常小的一个限度的一个移动。然后这片部件的话呢，只是把它推回去原来的位置，到这边就行了。那另外的一个胳膊的话呢，在这里它原本的形状是这样子，它的最后面这边有一个结合卡扣啊，把它给松开。松开之后的话呢，先把它整个给翻平，翻平之后的话呢，这里啊，这里先把这一片部件给翻出来，翻出来，它这个地方到这里扣上去。那我的话呢，在这边的话呢，手臂的话呢，其实我还没有要真的去变它，我只是先把它啊转到一个相对打开来给各位看一下啊。那待会后面的话呢，因为整个手臂一旦变形成最后的一个坦克的炮塔的时候呢，会比较难整理，所以我先把它的这个几个小部件给整理完。好，看到没有？这两片部件，它现在是下去的，我们利用双动关节把它往两侧撬开来，啊，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往上这样，这里戳下来，这里戳上去，到这里戳上来，然后这片部件的话呢，就是直接的把它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翻过来，这个面就出来了啊。后面这个地方，这个卡扣松开之后，先把它给整个打开。还有这个地方，记得将它给翻出来啊。手臂的话呢，我们先到这里就可以了。再来这个脚的变形呢，也是比较有趣了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脚掌给进行一个收纳好了。
脚掌就是这个，脚尖放下来啊，这一片部件，两脚不一样，这一只脚才有这个凸，另外一侧是没有的。然后呢，这个脚掌啊，鞋尖、鞋后跟都给收进去。再来的话呢，我们进行这两个部件啊，其实不用特别压，因为你到时候转进去的时候，它会自己会推进去，所以无所谓。这里把它松脱开来，松脱开来之后啊，后面这个部件我们把它整个给推出去啊，这里有一个卡扣，也先把它给松开，这里先把它给整个打开，然后呢，这里哦，这一片部件把它给推出去，推出去之后，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把它整个往上推上去，推上来之后，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凸，对不对？这里有个凸要扣进大腿后面的这个洞，这样你一旦把这里扣进去之后啊，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示意啦，因为到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简单的小调整。扣进去之后，这个腿基本上就是打直了。再来一样啊，一样又是一个双动关节啊，非常多的双动关节推过来。然后这一片部件的话呢，这里有一个斜斜的这个尖角的话呢，啊是要把它给扣进去这里面的，这里要把它卡进这个缝里头。所以的说的话呢，它是要稍微，应该是要先推进去，卡进去，然后上面这个凸再把它给扣进去，到这里就行了。然后呢，这个部分它原本是扣在，注意看，它本来这一片部件是在腿的内侧，那我们现在要把它这一个呢翻到外侧来，就是利用这里的双动关节啊，直接这样推过来就行了。这一片部件缩进去到这里，这个部件往上提上来到这边，那这里的话扣进去的时候呢，就这样子压下来，先到这边就可以了。然后呢，鞋脚整个脚就这样子推过来到这里，还有最后面这里有一片部件，这里要把它给盖下来。然后这个脚的话呢，你看到没有，它是非常紧实的，有一个齿轮关节，一定是往内推到最里面啊，这样一来一侧的腿呢就算变形完成了。那么呢，两腿中间做一个合并，那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其实它的这边跟这边其实它已经有组合的一二三，已经有四个卡扣了，所以这个凸你如果忘了把它伸出来扣进去，好像也是可以完成变形了，应该影响来说应该不是很大了。手脚的部分呢都已经到了一个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把它的一个肚子侧边这一片把它给这里直接的，它这里有一个卡扣在这边啊，把它给松开，松开之后的话呢，它这里有一个往外翻的一个角度，翻出来之后再从这个地方由侧边这里把它给扣进去啊，这把它给卡进去，卡进去之后这一片部件再上来啊，对，应该是要这样子变的，对吧？好，这里可以把它给再推进来一点点，这块部件往侧边拉开来，拉开来，然后呢把它给转下来到这里，由侧边过来这边，好，把它给卡进去。这个轮胎应该是要在这个板子的内部。那下半身的部分的话呢，大概就如此这般。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分享它的上半身的变形。上半身的变形呢，我建议吧，第一个步骤呢是先把它的后面的这个背包这个地方给解开啊。我稍微用一点广角的镜头，因为这一次的话，它有很多延伸开来的一个部件，可能要整个拉开。那这里放下来之后的话呢，后面这两片部件啊，记得先把它给翻出来。还有呢，这个时候呢，正面的话呢，从上方这里有两个卡扣，这里把它给松脱开来，松脱开来之后啊，这两片部件给往内折进去啊，头先下去，往内推到底，两片包起来，这个跟 SS 的那个变形是一样的。然后呢，再来把这两片部件稍微打开一下，中间这片部件呢，把它往前面给放下来。好，先稍微放平一点的目的呢，是因为呢，我想要等一下上面这里比较好翻转。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原本的肩膀这个部件呢往前面挑一点点，挑一点点之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里面它有一个部件可以往外翻出来，翻出来之后的话呢，这里有一片部件把它给翻出到这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它这一个倒 V 在这里嘛，把这一片部件给翻出来，翻出来之后的话呢，再把这个部件给推出去。好，到这边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做一个部件的转换，就是这一块部件做一个转换，注意一下下面这一片不要转，我们只转上面啊，只转上面。那这里的话呢，原本在人形状态下它刚刚是扣下去的，我刚刚已经把它顺便拉开了啊，这里后面做一个前后的一个大翻转。那翻转之后的话呢，这一片部件这个炮管的部分可以先把它给整个伸出来了啊，这个好亮出我们的兵器了啊。
然后呢到这边把它整个炮塔给打直，整个龙骨的话整个是直的。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再来继续它的一个变形。我们接下来先变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一个手臂的变形。那手臂的这个地方的组合啊，因为我刚刚发现那个广角的话呢，这个地方根本就拍得太小了，所以我这个地方重来录一次。它的手臂收进来的时候呢，各位你要注意到几个点。第一，这一片部件它必须是，如果你记不住你可以记，这里有一个，这里不是有个洞吗？这个洞它必须要朝坦克的前方，这个方向还是对的。然后呢，我们先试着呢把手臂呢，我们刚刚不是已经组合出一个大概的形状，先在外侧你靠着这个二头肌啊部分，你去把它转出一个坦克炮塔的形状之后，它这里有一个绿色的一个凸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你要去跟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结合。而在这里结合的时候呢，有一点就很重要了，就是这一块部件，我转这个方向就是错的，你要把它转成这个样子才是对的。好，我们如此这般给各位看一下，你这样一来就明白它的差别有多大，这个方向才是对的。好，我们再次的呢把这个形状给拼凑出来，然后呢你把这个部件推过来，你就会发现它能够扣上去了，是不是扣上去了？差别就在于说这一块部件它的造型两侧不一样，它的这一侧比较凸，另外一侧比较扁，扁的要在下面。如果你记不住，你就记得它的这一块部件要转进它朝内，或者是它的另外一侧有一颗螺丝在这边，它这边有一颗螺丝，螺丝的部分呢是要朝坦克的外面，你如果朝这样子转进来放进来就会刚刚好。那像这边的话呢，它已经转到一个好，它这样子方向就是对的，你看这个螺丝是在外面。那我们可以先把它给推到外侧去，不管你要捏，你看啊，这个地方这个部件它是固定，你就捏着它不动了，转成这个样子。好 OK， 这样子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先把手臂变好，因为手臂如果在这个地方再去解说这里的话，各位可能就没有办法把握到它的重点，其实是在这个地方的放法啊，这里绿色的这个凸，这样好，记得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好了，如此一来这个坦克的一个炮塔的部分呢就算是完成了啊。关键就在于这一片啊，这两个部件啊转的方向是必须要是正确的啊。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接着来进行一个变形了啊。这个这里这片部件比较简单，直接往后面推过去就可以往下面放，然后呢这个尖刺的话呢是往上面放啊，到这边，然后呢坦克的这个炮塔往后面一放，这边那这里就直接顺势推下来就行了。那这样呢我们的这个主炮的话呢也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最后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顺势的往下放，还有呢这个这边把头啊这个部件往上提一点，把头给放进去，这里头怎么这么难放啊，怎么推上去，把头给放进来，在这里有一个绿色的凸跟凹的结合，在这里记得把它给扣上去，是说这里还能忘掉，也就是基本上是麻烦了。然后扫雷爬的话呢直接的往上面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啊推到最上方来，然后侧边的这个履带也是从侧边这样子勾进来的，两侧都是一样的给勾进去，然后呢两个这个部件往下面放下来，它的组合的位点在这里，这个地方这个这里有一个，这个地方要记得把它这个位置给对上去，那就稍微去躲开一下上面这些部件。好，把它给放进去了啊。 OK 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一个密合的阶段了啊。它的整体变形的思路的话呢，应该说它的身体的部件的分配跟以往的这个轰天雷的部件其实可能差不多，但是它这一款的话呢，为了讲究它的还原度，它把一些零件呢拆得很细碎，然后利用一些双动关节呢做一些最小限度的推移啊，然后以实现它的一个高还原度了啊。坦克形态的话呢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直接跟 SS 的那个版本相比，你会发现它的坦克的形态可以说
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放大跟一个缩小的版本，连这个脑袋的位置呢都在同一个地方。当然在变形成人形的时候呢，是复杂破碎的更多的多的。那么它所附带的这个其他这个人形状态下这个武器，我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就好了。其实它就是你一旦扣上去之后啊，其实它还是感觉吧，就上面多了很多的累赘，对不对？算了，连他自己都不想扣上去。这个炮可能还好一点，你要是这个抓钩的这个部分感觉有点奇怪啊，所以这个武器的话呢，我就还是暂时的先把它给拿下来吧啊。然后它所附带的这些特效部件啊什么的，就是你就看有什么孔洞啊什么的，你想怎么配的话呢就怎么去配。那它的炮塔的话呢，上面的小炮塔本身可以转动，然后呢这个导弹这部分可以翻出来，然后呢再做一个角度的一个调整，这里的话呢也可以上下啊做一些调整。如果当然这样翻这样好像感觉有点奇怪啊，就不要让它裂开，还是把它放进去好了。那它的一个主炮当然也是可以转动的啊，但这个主炮转动的位置是不是稍微前面的一点点，感觉它的一个转轴是在前面大概将近三分之一左右，而且一旦转动开来之后的话呢，这个漏线的情况就会特别特别的严重啊，瞬间觉得你不是战车啊，你好像变成航空母舰一样的感觉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它那个坦克的一个载具的话呢，你这个主炮能转动的话呢，就可动就可以给你个60分了。那它下方轮子是在履带的里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履带啊有一些铁锈一般的一个涂装，做的还是相当的漂亮了啊。那后面的话呢，这两个是像油桶一样的，也是历届以来的这个轰天雷里头，这个是油桶应该是做的最合理最漂亮的一次。那至于这个坦克的形态的话呢，已经没有什么好特别去做挑剔了啊，已经做到非常的漂亮。那人形的话呢，也做的相当大幅度的还原，可以说是孔武有力的一个具有狂派色彩的家伙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不错。要是我的话呢，我肯定把这个玩具呢做机器人的展示啊，因为实在是看起来太彪悍了。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啊。那目前这个玩具的话呢，主要还是这个价格你真的是你要稍微的去衡量一下你的经济能力了啊。但是其他就单纯品质来说，它并没有多大的毛病。就我提过的两个缺点，一个是小腿内侧的那个卡扣扣的不是很稳，再来就它的一个这个副炮啊，这个炮的这个底侧的话呢居然是个空洞啊，这两点比较让人恼火，其他就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